谁？他是谁？对，爸爸，爸爸，很好。他是谁？妈妈，对，妈妈，非常好。那，我们和爸爸妈妈 together 一起去游乐场，我们可以说，我喜欢。I like,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非常好 ，Let's try this sentence together.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Read after me.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。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场去。